给他点时间吧，我先走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放心你们啊，过来看看，现在里面什么情况？不太好，罗秋他发火了。他把志玲姐请的律师都赶出来了，还凶了他呢。意料之内，你这样啊，马上回去，好好安抚安抚罗秀，你懂的啊，顺着他说就好了。我跟廖律师聊聊，你先回去。拜拜拜拜，廖律师啊。廖律师，廖律师，跟你聊聊呗。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？不是，你怎么一看到我就这个态度啊？我记得我们之间好像停战了。我有说我跟你停战吗？谁要跟你战啊？我就算战的话，也找个值得的人吧。哎，不是，刚才应该是罗修骂了你吧？以你小炸药的脾气，你应该炸他呀，你跑过来炸我什么意思啊？罗修是我的委托人，如果我什么事儿做的他不满意，他骂我，我应该接受。哦，那合着就我倒霉呗，我活该被骂呗。你今天来找我是跟我吵架的吗？聊正事啊。罗修的案子，你在递律师函之前有没有找蓝雪聊一聊？你是在教给我怎样做一个律师吗？我是想告诉你，蓝雪是圈里人，以她的做事方式，现在为了巩固事实，一定会发动更大的舆论压力。你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，也没什么经验。你如果在这种压力里承受不了，你最好就不劳您费心了。我接这个案子是被你的总监赶鸭子上架，你要是觉得我做的不好，OK，你找一个更好的律师来。